挑战一天只吃麻辣海鲜，并且每样只吃一口，是什么体验 ？Later， 先来吃一口龙虾尾。满足指数五颗星。Nice。水晶虾饺。满足指数五颗星。真香，真香，真香！哎呀。大鱿鱼，来一小口。太优秀了，满足满分。章鱼足。满足五颗星。蒜蓉粉丝扇贝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是什么操作？来一口。满足指数三颗星。再来喝个一串葡萄。里面好多果肉。好啦，姐妹们，今天这期就到这里啦，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